怎么回事？医生说没什么答案，从医院回来就一直这样。故意撞车，通过小莫接近我。你的手段真是越来越高明。别装死，我起来。滚出去！你就是用这么低劣的手段勾引男人，刚爬上老男人的床，现在就迫不及待的要爬上我的床。你搞清楚，是你的人把我撞了，把我给送回来的。要不是你碰瓷，才会撞了。要不要调监控？算了，跟你这种眼瞎男根本就讲不通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挂号费，我劝你找一个好一点的眼科看看眼睛。再见了。